农是虚构出来的，虚构出来吓唬人的，他在古代叫皇上。那么正因为皇宫里有一条龙，全国各地遍布的是地头蛇，头蛇就叫小龙，对，小皇上。我们这个民族吃皇上的亏还不够吗？你还在整出地头蛇来吗？所以要望子成人。那么成人呢，我有四个标准：第一叫真实，第二叫善良，第三叫健康，第四叫快乐。八个字：真实、善良、健康、快乐。达到了这四条就成人了。至于他将来从事什么职业，在什么行当，拿多少钱，全是次要的。